么说？上次不上，这个不好打哎。我学 Q 打伤害，哇，人有点多，一个 Q。一个 Q， 点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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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血，快闪下来支援，打他，打他，哎，打死你个龟孙儿，舒服，完美。这两个头吃的太舒服了，800块，哎，走，炮车，哎呀，打他有点打不动啊，但是我比较灵动，我抓他队友，准备回家一波。这么多钱，我肯定要小心他的打野，但是他的打野只会从左侧出现，因为他比较伤，他的节奏会比较慢。从右侧出现的话，不可能到三级，到三级也抓不到，三级就抓不死我啊。怎么样，思路是不是很清晰，分析的是不是很到位？王者分析，我先控一下蓝，先安心补刀，两个头在手上，先把我的法强装憋出来，炉灯做出来，这样的话我的 Q 就能够把远程兵给 Q 死，进入这个节奏就很好打了。来回的一个欺诈宝珠，打他一个真实伤害，补刀，控制兵线，不让他推进来。哎，不能一直放技能，也不能一直点兵。这个时候来一下，完美，连兵带人，点他，再点他 ，W 开 EQ 欺诈宝珠回来，点他，好，行了，够了。赚了就溜，他要这一套被打得很痛，要回家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，哎，他不回，行，那我也不回，继续控蓝。哎呦，这个兵没不到，吃个药。现在我的兵线有点控制不住了，但是我也不能去放技能，极限补刀。好，丢一个。再吃一瓶药，保持满血，点燃好了，再拖一拖，我到六，他就危险了。好，他回了，哎，两个 Q， 他还不回，那行，我也不推，你不回我就不推，你没闪，我到六级给你来一首三部曲，你就死了。点，点，现在不打他啊，控蓝，最多平 A 点他。他的伊丽丝像这种线可能要来抓我，我先去插个眼，往后站啊！这个时候不能靠近他，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，因为我马上到六了，我不能在六级之前死一下，那就太亏了。这个时候我只要很弱的补刀就行，他这个血量有点多，我最好来给他一个欺诈宝珠，等我到六的时候能把他秒了。这个吃吗？你敢吃？哎，他为什么先到六呢？我有点燃，我差一发 Q， 给这个小兵距离很长，哎，完美！这个小兵卡的我好烦，现在有点危险，但我左侧视野好，我还是要强行推，这并不是贪。
这个不推很亏。我在攒蓝，等我有蓝他来抓我也不怕，我马上够了。OK， 蓝够了，死不了了，赶快推进去。永平 A 点啊，不能放招，放招的话，哦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放了。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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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 ！OK， 完美，这个就是完美，一波完美的兑现，2500块，先来他一个章节，再来一个爆破裂杖，再来一个生命药水，哇，这个就很肥了。他直接出了一个负极斗篷，再加上他本身就很肉，还有护盾，魔抗又很高。85的魔法抗性，所以我想要杀他的话比登天还难现在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明确思路。那么思路就是，没错，刷钱推塔皮跳车要吃，然后呢支援啊，阿里要打支援了，阿里的支援能力是非常的强，一个 Q 来回的欺诈宝珠，现在有法强很好推。他的伊丽丝到现在没有出现过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掉线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要来插个眼啊。这个 buff 啊没有，没掉，一直在刷。好好，一个 Q 一个 W， 哎好点。哎，漏一个刀，但是没关系，损失不是很大。我们吃个塔皮，狐狸在这个时候疯狂的推塔是不怕被抓的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你敢撞我，我就给你来一个魅惑，跑不掉。哟，这个走位走的有点准啊，我一出他就走了。补刀。补刀，点他，想撞我，点他，点他，哎，电刑触发，把他逼走，不让他过来，他打野来没用，哎，我就是很强势，也抓不了我，哎，这就很舒服了，疯狂的磨塔皮，这个点一下，这个点一下。这个点一下，一个 Q 一个 W 虎火，好，我们点他。哎，掉线了吗？哎，走不了位，点他。这个时候最好呢不要有杀心啊，因为你冲塔的话，他给你来一个嘲讽闪现定在塔下，伊丽丝出来这就不好说了。虽然我所说的一切要求比较的高，但是作为一个王者选手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算进去，即使它不可能发生，即使它几率非常之低，我们也不要让它有发生的可能性，这样才是最完美的。再吃一手塔皮，再吃最后一手，他就塔皮很好，你敢撞我就是一个魅惑，你敢不敢？魅惑哟，走位有点准，有点像脚本，回家。行了啊，这波线我勾了，不推了，有炮车帮我挡住，再来一个戒指，再来一个复用型药水，然后再吃一个蓝 buff， 来炮车扛住，想要配合打野杀我不可能啊，我的优势就是灵动，我们要将狐狸的机制发挥到极致，所以我们在有优势的时候呢，疯狂的推他塔，在他的塔前压他，勾引他的打野过来，然后呢拖他打野时间，把他打野打残。但是他的伊丽丝一次都不来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伊丽丝很清楚，他知道我这个阿狸抓不死他，不来浪费时间，所以我的战术没有收益最大化，走不了位，欺诈宝珠真实伤害，点他，
他蜘蛛只要来，他蜘蛛很容易死的啊，因为非常脆。他绕我后，说不定他自己就死了啊。二话不说，反手给他一个欺诈宝珠接虎火接点燃接灵魂突破，原地灵魂突破，问他怎么说啊？推塔皮，推塔皮，这个血量他很危险，他敢吃这个兵，我们就给他来个一闪。他在晃点我，他知道我要魅惑他，但是我不吃晃点的呀。原地灵魂突破，问你怎么说嘛？哎，嘟，定一下，就原地。哎，灵魂突破出来，有输出的呀。好，吃一手医学塔，破费。完美归嘎，106刀，这谁顶得住？四个人头，怎么打？好，我们来他一手法穿鞋，加他一手这个东西啊。OK， 一闪失误，没被你们发现了，但是我有后手。啊，我有后手。别压抑自己。这波没大招，所以我们可能呢，上的时候一套切克闹，然后给你们打。我在等技能，我在边缘 OB， 技能好了。开他一个虎火接欺诈宝珠接点接魅惑之歪掉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交给队友。这边反手落地一个虎火接欺诈宝珠，完美啊，很舒服，伤害值非常的高，而且死不了的英雄啊，没有像瑞兹啊像斯卡纳啊这样的英雄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死啊。上路好像打不过，那我们不管啊，现在去管来不及了，我们就推塔点一下，点一下虎火欺诈宝珠，点一下魅惑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欺诈宝珠之走位之点一下走位走位，哎，点灵魂突破之魅惑之虎火之原地灵魂突破之36度角灵魂突破之，哦，他没有搞我，非常的好。阿离最大的特点就是任你抓，虎火点欺诈点点虎火点欺诈宝珠真实伤害 beautiful， 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我们回家了，1800块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卖了，来个这个，哎，增加血量，增加法强，然后减少他们的吸血能力、回复能力、治疗能力啊。我们继续赖在中路啊，因为这把优势比较大，我们的队友一直处于一个兵要吃的药，兵要吃的药，兵要吃的药来了，辛苦了兄弟，走，完美，好，七杀必死，不可能在阿离身上出现的，阿离太难死了啊。虎火继续推，哎，继续推他二塔，逼他们来抓我。他不抓我，那我就推；抓我的话，我就绕他们。拆，魅惑点，点虎火点，好，继续点，点再点，魅惑。一套 Musa， 哎，灵魂突破之风筝之灵魂突破之你追任你追，反手一个魅惑之提速之倒下，然后继续走位虎火之
点燃之 Q 欺诈宝珠走位之灵活，魅惑之欺诈宝珠走位之虎火 ，Q 他之走位之虎火之魅惑之欺诈宝珠之真实伤害之还差一点点之，哎。可以接受我的泪，这一波他跑不了了啊，非常的难跑。哎，这就是阿里，阿里是非常不害怕别人来追击的啊，十大不能追击英雄之一。魅惑欺诈宝珠，哎，他无法开护盾，因为他被我魅惑状态。欺诈宝珠回一口血，加上被动回一口血，点点点点点点虎火，点靠近他，虚晃他，灵活欺诈宝珠并不是很虚，走位没走了无所谓，一套切克闹走位就是一手灵动。哎，开峡谷了，欺诈宝珠点魅惑一套欺诈，哎，不能靠近他，虎火没打出输出，绕上来虎火欺诈拉走位拉战线，魅惑给不到欺诈宝珠，欺诈宝珠落地魅惑，哎，杀不了我，我非常的灵动，走位走位，好，一套欺诈宝珠动不起来， EQ 一起放非常的强势，灵魂突破值，灵魂突破值，虎火值，灵魂突破，非常灵活，左右都可以撤，我们还有闪现，相当的烦。好，拆，赶快拆完我们就跑，跑路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掩护掩护，撤退撤退，赶快撤退啊！3800块，哎，我们把这个出了莫雷洛秘典，加上一首灭世者之帽，加上一首美甲窃魂卷，加上一首膨胀药水。OK， 很强，嗯。哎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条 berry， 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们把大龙收了，看看队友怎么说。给大家展示一下阿离的终极杀人技巧啊！3000码范围之外取敌人首级，如同探囊取一手物。你看，伊丽丝非常的灵活，她是蜘蛛状态，她一个飞天就躲掉我的伤害，但是我们可以让她飞天开不出来。哎，你看，死了，哎，掉线值。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阿里的终极杀人技巧啊，在人群当中取伊泽瑞尔首级，如同探囊取物。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他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虎火炸点，哟，不谈，完美。行。